那样，去，开个玩笑，啊，憋不住，这个一场接一场，啊，刚才是也是我们这儿很优秀的两位演员，那是，啊，我们师哥，李九春，对，李霄红，哎，说了一段，让他们也休息休息，哎，啊，我们哥俩呢上来陪您再聊一聊，对，啊，没什么名气吗？党骁勇，这吴霄庆。啊，为了让您这个谢谢，哎，为了让您啊能把我们记住了，对啊，多露两面，哎，今天来的朋友都是喜欢听相声的，哎，那是啊，其实我总结为什么朋友们喜欢听相声，哎，您讲讲，因为相声这门艺术啊，啊，它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艺术特点，哎，有魅力，你比如说，你看啊，啊。相声演员跟这观众，就能面对面的直接咱们这么交流，哎，可以，这么聊天，刚才有观众要走，我跟他开个玩笑吧，互动了，台上台下，嗯，哎，只有这个相声这样，哦，是啊，观众跟演员能直接这么交流，聊聊天啊，开个玩笑啊，哎，对呀，大伙起个哄啊，搭个茬啊，嗯，啊，其他艺术不具备这种条件，哎，你举个例子，没有那么亲切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你好比说吧，啊，也是这个传统艺术。哪个？你好比说这个京剧，哎呦，国粹，因为广德楼这个剧场啊，啊，它现在是个相声剧场，哎，对，最早是个老戏园子，哎，有名，哎，都在这唱戏的，嗯，你看人京剧演员，他跟我们就不同，哎，有区别吗？人家上台不是说像相声演员似的，也跟各位客气客气，打打招呼啊，哦，啊，也这么能面对面直接交流，那怎么上台呢？举个例子，哎，您讲讲，好比说找一出戏吧，嗯，失控斩。这大伙都知道吧，哎，既然都知道那就好，失控斩啊，这是怎么瞧出来都知道的，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，哎，这三出啊，主角就是这个诸葛亮，对，啊，你看人家那个诸葛亮戴好了那个帽子啊，上台人得化妆啊，人家哎得扮什么啊，胡子，嗯，拿把扇子，穿的这个行头羽扇纶巾嘛，形象化好的妆，嗯，啊，一挑帘一亮相，哒哒哒哒，哎哎得站定了之后，人家那个角儿一上场啊，底下那个观众啊，山呼海啸，掌声热烈。好，你再看这诸葛亮怎么样？爱搭不理。哦，该做戏做戏，该唱唱。遇上关金丝纶的车，快似风的雨。他不是这演员，他架子大。那是为了，因为他现在他是剧中人。哦，他是诸葛亮。不能像咱们似的也跟观众也聊聊天，那不像话，对不对？也可以聊啊，这该聊聊啊，那不好看了，不是也互动是吗？这好不好看没关系，京剧也跟大伙互动也，哎，对呀，啊，诸葛亮戴好了帽子，挂一大胡子啊，拿把扇子，一挑帘一亮相，哒哒哒哒，得得得，站定了之后底下观众掌声热烈，嗯，诸葛亮把胡子摘了，谢大谢谢谢谢姐啊，确实不好看，客气客气啊，嗯，客气完了把胡子再挂上啊，遇上郭，你说谁还听他唱呢，是不是，是听不下去啊，但是人家有翻场啊，这出戏人家唱完了之后结束了，回后台把这胡子摘了啊，啊，把这衣服也换了，妆也卸了，然后以自己这个演员的这面目跟观众可以聊几句，哦，大伙再点一点，有什么爱听的爱唱的，人家给唱，哎，翻场 啊，总的来说就是演员这个本质是一样的，哎，是对观众都是当衣食父母，哎，没错，尽心尽力，嗯，尤其京剧，哎呦，京剧现在最近这几年我感觉这个比之前要火了，哎，是啊，好多人爱听了，嗯，啊，有些这个年轻人啊听京剧的也多了，加入了京剧，它好在哪儿啊，它比其他的一些戏剧它就有一个方便的特点，哎，什么特点，它是中州韵，湖广音，金字金腔金调，哦，有讲究，到哪儿他都听得明白，哦，你说有的地方戏，嗯，你到外地别人听明白他咿呀呀的唱的是什么，不懂了，但是京剧你别看，哎，啊，在北京也有唱京剧的，南方你到哪儿都有唱京剧的，哪儿都有，而且他都严格恪守这个金字金腔金调，对对对，中州韵湖广音，是，你很少有说改成当地这个方言唱的，哎，没有，也不是说没有，很少了啊，也有，有吗？我就见过，您还知道？我见过，哦，亲眼见过人家拿方言唱的京剧，谁呀？就我街坊啊，有一二大爷，街坊辈儿，论起来我管他叫二大爷。哦，哎，特别有意思，爱听京剧，是吗？他是哪儿的人呢？哪儿啊？山东胶东的。
哦，那人说话有意思啊。怎么呢？他好多字儿他不分。怎么个不分？你比如说三山不分，四世不分，人银不分，肉油不分。怎么个三山不分？三山不分啊，说三怎么说？那是山。那说山呢？那是山。哦，一个音儿。人跟银这俩字也不分。说人呢？那是银。说银呢？那是银。肉和油也不分啊。说肉那是油。说油呢？那是油。都是油。听不清。好死不死，我这儿大爷啊，就在我们街对面开了一个这个粮油店，卖点肉啊，卖点油啊。他就卖这个啊，卖点肉，卖点油。有一天来了一街坊大嫂子啊，一进门，掌柜的，给我掌柜的不要了。你这胆儿也是小，一进去掌柜的啪给我一嘴巴子啊，拿一砖头让你偷走。不是，我是那老太太掌柜的。哎呦啊！进去了，对，这个二大爷怎么着了？快把他急死了！大嫂子一进去，掌柜的，是啊，给我来10块钱的肉。啊，要肉，要猪肉啊！啊，掌柜的说，哎，行啊，小立辈儿，小立辈儿，小伙计，小立吧？啊，山东话吗？小立辈儿，给你大奶奶嘎15块钱，哟，一指那猪肉，哦，搁15块钱肉，小伙计搁好了，包好了，递过去。掌柜的，嗯，再给我来15块钱的油。哦，啊，小李伯，再请你大奶奶嘎15块钱油。好，还是油，嗯，俩油，一指那猪油。小伙计搁15块钱肉，包好了，递过去，一共是20啊。对呀、啊，这大嫂子扔下10块钱，转身就走，就给10块，少10块钱呀、啊。对，掌柜的着急了，哎，我这大嫂子，你急这个钱是不得。是啊，怎么不对呀、啊？这给的钱怎么不对呀、啊？啊，我说你急了又钱，你急了又钱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您说什么啊？我说你急了又钱，你又钱急了吗？那不肉钱吗？啊对，又钱你是急了，但又钱你急了吗？嗯，那不油钱吗？啊对，又钱你是急了，那又钱你急了吗？那不肉钱吗？咱们说清楚啊，咱们不着急，咱们说清楚啊，得慢慢说。有钱是有钱，嗯，有钱是有钱，你急了有钱，你还得急有钱，你不能急了有钱，你俺不要了，俺不要了，说不清楚。大嫂子说：“给您开个玩笑哦，知道短您10块钱。”是啊，我就是爱听您说话，知道吗？10块钱给您，嗯，爱听您说话，而且我听他们说啊，怎么着？您老拿您那个口音，您还唱京剧。我还听说了，我想听您唱两句。啊、嗯、啊！您唱的好了，回头我们街坊四邻老上您这儿来，好，行不行？老光顾您这生意。哎呀，那么的关系唱，您听吗？哦，他唱的最好的、最经常唱的一段啊，哪段？桑园会。哦，秋胡戏妻。好，这段有意思。人家那个原本的词儿是这样的。嗯，秋胡打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马蹄忙。坐立在雕鞍用目望，见一位大嫂手攀桑。前影好像罗氏女，后影好像我的妻房。本当下马将妻认，错认了名妻醉非常。原词，哎，原本唱起来是这味儿的、啊。您学学。秋胡打马奔家乡，行人路上啊马蹄忙。坐立在雕鞍用目望，见一位大嫂手攀桑。前影儿好像罗氏女，后影好像了我的妻房。本当下马将妻认，且慢呐，错认了名啊妻醉非常。好，原本人家唱起来这味儿，是我学的一般，学的意思。嗯，但是你再听我二大爷唱，他哎呀太有意思了。首先来说啊，嗯，是拿方言唱，哎对，而且他加了好多词儿，还加词儿，乱七八糟加好多词儿，什么俏皮话呀、打嘟噜，什么都有，特别的热闹。怎么唱的？秋胡啊，打马是奔那家的里，行吟那个路上。什么不听啊？铁都只用加了拼啊，难度一万。
了隐词，像这个撇家撇业撇父撇母撇子又撇妻，夫妻们分了别，大门里咔咔我这个我咔咔，滴滴点点点点滴滴，这把这个泪被提，大丈夫撇能无知啊妻，战死在两军真是有农总么的，都只为翻了帮啊，早了发我耳听得这个掌故儿啊，拨住地日灯啊日灯啊，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，好哒哒哒啦滴哒呀，哒哒哒啦滴哒，三国战将勇，手推赵子龙，长坂坡前逞威风。那么一打一呀打起台呀，一打一呀打起台，台台一台一台台，这个台台一台一，穷查东咕隆咚一尖叫，则名鬼戏，吃完夜一个尖砸龙心戏。他风赞口的那五杀声串谎炮，腰横雨带足踏巢穴，左过了才巢绿呀，他叫咱归了家呀，他母亲呀，他叫咱早了去呀，早回巢里呀，姓一不来着咱呀，桑园里呀，见一位这个美大嫂啊，身穿着这个蓝板衫啊，腰系着这个白把单啊，头上别着个果头簪啊，脚下穿着个井脖鞋啊，露出来小金莲，手把这桑树落桑叶啊，一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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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落在竹篮里呀，香影儿好香啊，罗丝女好影儿好香啊，咋得提本当下阿妈讲提呀，且慢呐，错人了命啊，提是咋的？啊，我的大嫂，你又掐起了，又掐你急了吗？又想起来了。